個疑惑就係現代人對糖尿病嘅基本嘅認識，大家都可能都瞭解。至於用藥呢，我哋除咗西藥降糖嘅用藥以外，西醫而家都提倡中草藥，用就係個 natural 嘅方法，就係天然嘅方法，用呢個方法嚟保持人體嘅健康同糖嘅代謝。大家要記得啊，糖尿病唔係單單糖嘅代謝出問題，佢係糖、脂肪、蛋白質、生蛋白質代謝出問題。所以有啲病人講，我都唔食糖㗎。 我幾乎係唔食糖㗎，我應該可以唔買糖㗎。我煮餸又唔買糖㗎，我平時唔食糖水㗎，我點樣血糖高呢？你要知道三大代謝物質係相關聯嘅，你一個有問題，一定影響到其他。所以蛋白質同脂肪嘅最終代謝產物都係糖同水，嗰個糖我哋自己係葡萄糖，唔係其他嘅糖。所以有啲時間有啲人講呢個糖唔緊要嘅，我要食嗰個糖唔得㗎。 所謂得同唔得，就係葡萄糖唔可以食，其他嘅，譬如講果糖啦、代糖啦嗰啲糖可以食少少，但都唔係咁冇限制嘅。大家了解知呢個之後呢，有個基本嘅了解之後，你都知道呢個因為你嘅運動同控制飲食就係控制糖同脂肪同蛋白質嘅過量嘅攝入，運動係點樣咧？增加代謝，俾嗰個糖分量係可以達到咧合理嘅分布。 呢個達到一個穩定糖尿病嘅病，呢個一個過程。但係如果你呢個做唔到，你個我完全係靠人物㗎。咁啊，我哋都數唔出一期㗎。你個病發症幾時出現？出現到呢個問題之後，第二個問題幾時出現？比方講，我哋睇你嘅眼底，你一次眼科醫生同你睇，睇你嘅眼底，我哋叫糖尿病眼底。如果佢睇到糖尿病眼底嘅時間，呢個眼科醫生可能未必同你講，但係佢可以估到你嘅大血管幾時出問題。 根據你嘅年齡，我哋算咗出一期嘅，所以係好大家有少少相近。好，下邊我哋講中醫啊。中醫對糖尿病嘅睇法咧係同西醫比咧係複雜得多，但係佢歷史早得多。大家都知道《黃帝內經》係嘛？呢本書咧係我哋中醫從理論上面對糖尿病認識嘅最早嘅著作，佢同 佢同《黃帝內經》裏面就講到消渴症嘅理論。我哋中醫呢，對糖尿病用呢個兩個字嚟講，而家都係我哋現代講，以前兩個字都唔係咁寫。《內經》裏面點寫呢？ 《内经》里面用呢个名，佢呢个名，后来后代一直到隋朝同元朝金元嘅时间，佢发展得最多，所以对呢个病嘅认识最多。但系最早嘅《内经》里面嘅，大家如果有机会睇嘅话呢，你睇到呢个两个字呢，都系我哋传统嘅古代嘅医生对糖尿病嘅最早嘅认识。佢做咩用个消呢？因为糖尿病嘅病人好得意嘅。 我哋以前啊，而家有少少唔同。而家控制血糖嘅方法多啦。我哋以前呢，對糖尿病人咧判斷佢食藥合理唔合理，有乜效果，我哋睇乜嘢呢？我哋睇呢個病人嘅體重。比方講，呢個普通嘅病人，你血糖高，我都血糖高，我哋兩個同時係都是一種降糖一樣。但係呢，我個體重咧係肥嘅，某一個病人咧係瘦嘅，佢不但瘦，佢仲係越嚟越瘦。嗱喺呢種情況下邊呢。 我哋中醫就認為呢個你血糖係控制得唔好嘅，呢個字係表示乜嘢咧？就消，就係減少，係一種病態嘅減少。呢個減少唔係你氣嘅減少，唔係你血嘅減少，唔係你精嘅減少，係你嘅肉嘅減少，體重嘅減少。
所以睇到佢哋嘅病人，我哋比方讲呢个糖尿病病人，佢呢个药啦可以治愈，你开到俾佢之后，你过一个月睇佢，你一睇佢第一个月就呢个病人瘦咗，那你血糖一定控制唔好，一定控制唔好。如果呢个糖尿病病人佢白白肥肥嘅，佢始终咁样嘅，佢血糖应该控制得唔系好差。所以我哋最简单嘅方法，呢个当然唔好准啦，但系我哋嘅一种方法就系睇你嘅体重。所以我哋中医认为，你呢个糖尿病系一种消耗性嘅病，会消耗你人体嘅正气，你嘅正气被佢消耗得越嚟越少。好似你有好多钱，但你唔赚钱啊，不断咁使出嚟，你钱就变得越嚟越少，你呢个人就越嚟越穷。所以呢个糖尿病都系越嚟越穷，佢嘅穷唔系佢钱嘅少，系佢嘅正气嘅减少。所以中医俾佢个名叫消，佢后边嘅字系咩意思呢？后边嘅字系讲部位，讲部位。因为中医认为呢个糖尿病呢，糖尿病的发病基础是什么呢？是内热。我不理你的内热，你一定是一个内热的体质。比方说你的寒地的糖尿病有没有呢？都有的，但是很少。往往是什么时间呢？如果在病人表现出一种油虚气虚的症状的时间，你的病人一般来讲多了糖尿病的晚期，他一定有并发症。那个时间往往来讲，这种病人是靠普通的降血糖的方法是对他没有效果的，一定要用胰岛素的。所以我们讲这个病人内热的体质的情况下面，如果你 有种种符合生糖尿病的那个条件的话，内热体质的人容易生糖尿病，就是中医讲容易生消渴症，中医是这样认为。所以他的体质是内热的。所以你看我们以糖尿病的中药，大多数的药方都是清热养阴的，很少有壮阳的补气的，很少。是不是有没有呢？有的，但是好少，一定有到后期。这个病人比方说他阴虚内热，他发展到我们中医用的是阴阳两虚的时间，我们先会用热的药，大多数都不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你看外面用糖尿病的大多数都是生石膏啊、知母啊、桔梗啊、人参啊，往往用花旗参，肯定会用高丽参的，往往都是这个药来的药，这个药都是养阴生精的，不会跟它作用，一作用个病就更加重了。所以呢，是理论基础是出自于《内经》，但是在治疗上面呢，出自于另外一本书，大家有机会都会看一下。这本书当中呢，是我们中医最早介绍医糖尿病有什么方法。前面就是讲理论，就是讲你这个病是怎么会发生的，然后它的变化是什么原理，大家应该注意什么，但没有治疗的方法。但是治疗的方法当中，最早在这本书上面，最早在这本书上面，这本书上面出现了一种我们最早大家知道用一个方法叫出现这个两种方，一个叫白虎汤，一个叫肾气丸。这个两种方啊，从经过到现在有两千多年了，但是这个两种方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用，中医都还在用。这个两种方我后面都介绍，这个两种方就表示对我们人体来讲是一个很有用、很重要的两种基本方，可以加加减减。而肾气丸呢，实际就是今天大家知道的糯米地黄汤。同白味地黄汤的变种，糯米地黄汤都从呢度出来。所以肾气丸，我哋讲肾气丸，未讲系补阴系补阳嘅，唔系讲矜贵肾气丸。我哋讲糯米地黄丸，我哋未咁讲。所以呢个肾气丸可以阴可以阳，我哋可以加可以减。糯米地